从这个角度讲，阿基诺的这些做法还是会奏效的，他的目的会达到的。这个也得是两方面看的，至少在短期内我们说它的支持率有可能会上升，但从长期来看，我觉得菲律宾这一招不会有太多的也就是说他这种合则而渔的做法其实是后患无穷的。对，后患无穷。